非常可爱，大家可以试戴一下。可爱呀，可爱吗？可爱死了都。可以。哇，你这瞬间。这回去给娃玩多好啊，是吧？我就挑这个。哎，你自己戴，你自己戴，不用，你在这塞一下就行了。来，我很好奇，我帮你拿这个。再尝尝。哇，好美哦。是同一个吗？我好大！啊，我往这边走了。发生什么了？我们往右手边走了，开始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土拨鼠。对，土拨鼠。好看到。哦，好可爱啊！啊，是他吗？吓着了。对，就是他。啊，他要吃东西了，他饿了。他要吃的。哇，他很兴奋，应该是他第一次这么活跃。他就是过来打招呼哎。你好，我是 Angelababy， 你叫什么名字呀 ？My name is Angela Hungry。Hungry。有的时候他们两个可能也会因为一些问题然后再打架，非常的可爱啊。这是乌龟吗？这个龟吗？这个是亚达德拉象龟，超级大，真的，这是真的乌龟啊！对，这个哇，这么大的龟啊！我们的象龟现在呢30多岁了，哇！你们看它的体积比较小哈，但是呢，它的体重非常大，要4个成年的壮汉才能很吃力的把它。会不会攻击人啊？一般不会的。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浣熊了，小浣熊。好可爱，救命啊！啊哈哈 ，Hello， 哎呦，你拿的，哎，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，我不给你，先吃。啊！这哥们儿也厉害。